游美龄，建十三太茂花园，周围田园风光，林木茂盛，花园约1000多平方米，八年救助收养的流浪猫静置于此。春有大地芬芳，夏有树荫凉风，秋有金桂满庭，冬有暖气公寓，它们在这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猫生。好猫好景。工作的铲屎官，都说流浪动物救助是一条艰难的路，再难也要仰天大笑，走出浪漫开心的模样。城市没有野猫一说，只有流浪猫，世上本无流浪猫，自从有了仪器就有了流浪猫。在我的眼里，流浪猫像花儿一样，花开又花落，和所有生命一样，即使命运恶劣，他们也努力绽放过。有他们，于是有猫花园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我怎么看世界，世界就以什么样子呈现给我。我选择快乐救助，以我的能力救猫也救自己。在猫花园，人和猫快乐地生活在一起，有奔跑跳跃的猫咪，有绽放嫩绿的树林，有盛开烂漫的鲜花，还有努力工作的铲屎官。都说流浪动物救助是一条艰难的路，再难也要仰天大笑，走出浪漫开心的模样。高贵灵魂。老师在路上捡到一只奶猫，上课时小心翼翼地从上衣口袋掏了奶猫给同学们看，一脸宠溺的样子，同学们欢腾了，纷纷跟老师要猫，老师马上把宝贝放进口袋，生怕被同学们抢了去。老师一个发自内心的动作，从捡猫到献宝，给了同学们很好的生命教育一课。老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，灵魂工程师的最好产品不仅是加减乘除遣词造句，更是热爱生命关爱生命的高贵灵魂。多美丽，每个笑的含义，谁能代替我们用情。马哥的猫陪了他的主人整整20年，他在9岁的时候，原主人不能养他了，差点成为了流浪猫。幸好一位餐厅的员工把他带回了家，家里12岁的女儿 M 和他的感情最好，各种宠爱，直到18岁的时候搬出去住，带走了朝夕相伴的马狗。马狗这只猫心地善良，待人有爱，和 M 一起的日子里，他们彼此相爱。逝水流年，马狗一转眼29岁了，相当于人类160多岁。它的行动越来越迟缓，再也跳不上主人 M 的腿上，但它会把前肢搭在主人的腿上，让 M 抱它上去。它的呼噜声也变得越来越尖利，像吹哨子一样，但它依然坚强地活着。马狗的故事传遍了社交网站，人们好奇马狗的超级高寿。主人说，因为彼此相爱，马狗用借来的时间陪他这么久，而我说难舍今生缘分。马狗用尽了猫的9条命来延长与他所爱的人的时光。这时间不停，纵然很少相见，却能随时感应。相猫终有一死，或死于风雪，或死于饥饿，或死于虐杀，也有的如妞妞一样，在爱和关怀中死去。我想妞妞离开前的最后一句话一定是，长久以来承蒙关照。这是流浪猫妞妞的讣告。妞妞是复旦大学有不寻常的声响， Zabby 也会弄醒摸死老太太，他甚至还会帮老太太在门口的信箱取邮件。除了把 Zabby 这只小猫夸成英雄，让我最感动的还是他这样的一句话，我不再是一个人进入空无一人的房子，我知道我最好的朋友在那里等我，我爱他，他就是我的拯救者。在英国猫咪保护协会组织的国家年度猫咪大奖上，
一只叫 Zabby 的两岁猫咪力压上千只竞争对手，荣获了冠军。